今天早上起来开始打电话，今天早上起来特别生气，咋想怎么生气？就因为啥呢？因为上回我旅店的老板也没那个没给我们钱，不欠我们1000尼币吗？不10000尼币啊，没给钱。完了这边给他同这边给他同事，他同事欠的也欠他钱，也不给。我老婆咋想咋生气，不知道今天咋了，说这人怎么这样都不给钱。借钱钱好好的，完都不给钱，欠钱还有理了，就不接电话。那给老板打，就是不接，给同事打，同事他同事发视频也不接，就是不接，欠钱就不给。所以说，来到尼泊尔的，小伙伴们千万注意了，千万别借当地人钱，当地人钱，无论你们关系再好，也别借他们钱，因为他们这人特别不讲诚信啊，真的这个。这个确实是因为我老婆说，我老婆也这么说，说千万别借那个你当地人那个钱，他们是真是不给，而且大家住店的时候千万注意了，就是尽量，住一天付一天的钱。我就是太信任这老板了，我就把1月钱付了，但是我没想我俩结婚办在一起这么快，所以说就，完了之后，हेलो दाई कति बेर कल गरेर तपाईँले उठाउनु भएन接了。म अहिले सुतिरहेको छु एकछिन पछि गर्छु नि उठेर म अहिले सुतिरहेको छु कि फोन धेरै आयो परेन फोन उठेको कल ब्याक गर्नु है दिउँसो अनि सुन न त्यो सनले 5000 दिनु भनेर मैले चाहिँ एउटा टाइम गरेर आएको छ सनडे सनडे 5000 he is giving on Sunday. Sunday? On Sunday. Next coming Sunday. Coming Sunday. Sunday he will give he said to give 5000. He already talked to other boss. He will giving 5000 on Sunday. And on next week again 5000. Okay? On Sunday today, this Sunday. This is Sunday. Today is Tuesday. Sun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after 4 days. After And this, Sunday, 他说下周，this week Sunday, right? 嗯 ，OK， 还就是这周日去，他能给5000。He said he was sleeping. OK， 我老婆挺厉害呀。看看一会儿，等到周日能不能给，他说周日给我们5000尼币，给我们5000尼币，一共欠10000尼币，完了再过两周再把那5000给。我老婆又给我做的早餐啊。做的尼泊尔餐，这是好像花生豆，这是好像花生豆。完了，他把买的豆，完了高水，他昨天晚上泡了一宿，完了就炖的土豆，里边又放的香，又放的啥，我放点这些调料，吃的还行，挺好吃啊、哦。里边还有汤，还有汤啥，挺好吃。挺适合中国口味啊，但是只能是挺适合我们东北的口味，但是。但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别的地区的口味我就不太清楚了。你看我老婆把那盒拿来了。我老婆每天她给我做菜的时候，她都放了很少的盐，因为我有点高血压，所以说我吃不了那个太多盐。完了之后，我如果盐吃太多，我会血压升高，所以我老婆每次做饭的时候，她都放少盐，完了她自己放点，完了她自己再放点盐，她再吃，还是挺照顾我的身体的。eat 哥上班了就穿着这衣服来 look what look 哎呀不好意思呢那啥衣服这衣服老多年了这衣服都得哎呀来我看看来这衣服好看吗这不好看吗 what are you doing 今天中午我老婆中午吃饭时间，我俩今天中午也没做，也没做饭，完了来到这个旁边的小吃店吃的炒面。老板，小店不大啊，吃饭人就这一共3桌，这吃饭人都满了，我俩是拼桌和老婆，看这小桌不大，一共3个桌都坐满了现在。一会儿尝尝炒面啥样，瞅着应该能不错，我老婆说特别便宜，不知道多少钱，一会儿问问。
我老婆有点害羞啊，人一多我一拍一拍视频那就害羞。那他们跟我老婆说话呢，说啥我也听不清，那都问呢，你看问我是哪一人，好像还给他笑呢。我一说中文他们就乐啊，就是听我说话嘀嘀嘟嘟的，他们就感觉好玩。一下上来了，尝尝什么味道。它里边怎么花生米，里边有花生米土豆，还有点青菜，这里边尝啥味儿。嗯，味道不错啊，但是我的口感有一点偏咸，不算太咸。绿豆臊，这啥东西这是？啊，啥啥这是？放甜吗？有点咸。Baby, if next time we can put a little salty. 嗯 ，next time eat. 有点咸的，完我吃口感有点咸，但是口子动的一般都还行吃，我老婆吃还行。听水啊，这个水他们都喝这个免费的水，这个免费水就是每个人都对着嘴喝，但是水是，但他们喝水不碰嘴，但是有时候我也感觉还是有点接受不了，所以说我花点钱买了一瓶水，有点钱，所以说就喝这个了。这水还搁冰箱里拿出来呢，挺好，不错，凉快的，正好喝了。这天外边老热了，现在老热了。他们好像认识我老婆也是啥的，都跟老婆说话。嗯，咱们俩吃完了，看看算一下多少钱。给他500几币，看他找多少。这个饭店好吧，里边还住个这是小鸟。里边住小鸟。这应该是燕子，这边我很少见过燕子。看他找了多少钱？一共是170尼币，加瓶水170尼币。170尼币折合人民币的话是，8块多钱。哎呦我的妈，这点玩意真便宜哈。8块钱不到8块钱，加瓶水，这一碗炒面，3块多钱，这比40万，我的，这么便宜，175，不是俺妹子这次玩好吗？吃或者玩，说啥？费布替啊，一碗费布替555尼币，折合人民币不到3块钱。我的天哪，吃饱了，3块钱一碗吃饱了，没见过这么便宜的方便啊！这家炒的挺正规。OK。